大家好，我是多利台湾马来西亚人。Sterling， 今日我来超山阳明山边馆参加一个活动。文化大厦的林老师有办一个吃金龟比赛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吃的南瓜的话，大概可以分成五种，好，大概就分成这五种，好，可以使用的。那第一种就是美国南瓜。今嘛，我就是来参加这个吃金龟比赛。大家有看过我去年的直播就知，我是歌手来的。今嘛就去比赛 ，Go！ 今嘛就去提假丝。前面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，种子要留。都差不多了。OK， 就按捺啦。行。吹风，你喺外口吹风，加吸金龟实在是足有 feel 的啦。OK， 慢慢的风诶，无啊拢跋倒地诶。这个是一个万圣节活动来的，所以就被画万圣节的元素，包括这个帽。哇，好累！我靠，别人拢开始吸啦。先挖出来内底金龟，等下就吸这个物件。这个是鱿鱼、鱼啊 ，and 菇、海菇、海龟乱讲。海龟不知道有没有俗语？搞不好有啊、哦，一打。就像海豚叫海底亚一样。海豚就海底亚。对啊，海猪。外知识就奇怪啦，就好卖耶。很野外耶。对啦 ，so wild。有让我开的，游戏啊，今年爆款嘛，游戏游戏游戏 game。我加上我顶届做游戏的目算，所以今年我加游戏较有缘分。经过一点钟的努力，我已经吸好了。这个就是菇、鱼啊，加游戏。这理念是什么？理念就是收来收去的都不叫自由的。石墨令是个向往自由的女子。啊，这个活动袂歹，阁有物件食的，米粉汤。OK， 那冰的仙草阁。看大家的作品，哇，足够的。我们请评审老师，请给分。OK， 其实我也是颗鱿鱼游戏的鱿鱼罢了，但是鱿鱼很寂寞，所以再刻个乌龟给他。来，评审老师，请给分。哇，金龟棚哎，今日吃金龟的比赛就到这，我有得到参加奖，足欢喜的。后届继续体验有诶无诶，后届见，拜拜。